这样好，我拉弓子这边。走卷真男人。还有。子健加油。这局哦，这局我很想要捡那个 Stanley 的线，因为大鱼都被他钓完。手卷真男人呢、欸，这真正唔头路，咱讲真的。但是有年纪的就不要逞强。你来讲啊嘞，搞就是用这条路啊，有诶。产地路就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是这个钓嘞，钓无啊啦，即个钓，即个刚刚我来钓啦，三斤。无，无啊，无啦，无，你也搞骗嘞，拄啊一口吃咧，来，来刷哦，来刷哦，卡片，十几分嘞，来，我打球，好，来。手卷真男人。小可爱哦，好小，好可爱的小黄鸡。有了，有，至少开火，开火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OK， 留意。旁边，我来放了。这个杆子会有死亡的角度，你用一下啦。我手机放你了，我放了放了。好。子健加油！还在出现。你要出一点点，对啊，还在出，还在出。有可能是先送鱼，然后遇到那一颗球。哎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你不再去，他会吃也行啊。一直吃。我都没当完对吧？哎，哇！哎呀，缠到了！大师你怎么看？这一局怎么看？这一局哦。这局我很想要捡那个 Stanley 的线，因为大鱼都被他钓完。没错，今天的大尾奖都是 Stanley， 加油加油！快趁现在弄他！啊！哇，登鱼！
去一点。应该可以拿这样的吧，拿这样看起来比较大。尾巴可以再高一点。尾巴可以再高一点。你手抓在尾巴的后面。手反抓，反抓。手抓在尾巴的后面。太大了，它会的，就主要不也。手要藏起来，吊在大师也累。往前绑上，推一点点，往前推一点点，推一点点，举起来，直直的举起来。好啦啦啦，你先给他喘一下啦，你把拜草给。我第一次吃鱼茶是在蓝屿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老板送的，然后它算蛮好吃的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把超好用的，这把真的力好用。对啊，而且坏了不会痛，坏了不会心痛。所以我一次买两把。你看它不是钓鱼的，然后我就说，然后他就说拿那个什么下次有买的。大只的已经蛮高了，小鱼啊，这是什么鱼啊？乌拉鱼。哦，对对对，乌拉鱼，还有小鱼，小只的，对，小只的乌拉鱼，都是鱼鳞。最喜欢听，肯定也是平常很压抑啊，不然这声音很轻的，最喜欢。之前也都会去古石鼻那边打骨头刀，哇，那边有的时候都是那种就是十几公斤的鱼，这只都已经快超过你的琉璃台了，大只。钓起来的时候，然后颜色的那个身上颜色是超漂亮的，对啊，有的是蓝色的，然后有的是金色的，有没有取得很漂亮？哇，好大一片哦！哇，这一块超大块的，但是肉真的超漂亮的。我们要装到这个专用的那个真空袋里面，它就这样慢慢吸入，就抽把空气都抽掉了。然后它怎样会直接帮你热封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鱼肉因为它是软的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吸到。它如果是固体的东西，它可以，它会热封，然后就吸到差不多，再定一下那个热封条。哦，所以要另外按就对了。对啊。哦，了解。知道了。有嘞，这样就很漂亮。
漂亮，哇，漂亮漂亮。种大枝的要帮他种草莓哦，看一下你把它种哪里，看一下，看一下种哪里，种草莓，种在这里，种草莓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那个不要跟斯坦利靠太近，不然他会把你吸成这样。